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以任何名义、任何理由篡美，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、支持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，以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。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。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切实履行美国领导人作出的不支持台独等承诺，停止美台官方往来，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。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，采取坚决有力措施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